薯条怎么做？准备食材：土豆、盐、植物油、淀粉、番茄酱、生抽、白糖。一、土豆洗净去皮，切条。二、冷水浸泡土豆条后，捞出沥干水分备用。三、起锅烧水，水烧开后放入土豆条和盐，煮两分钟捞出沥干水分，再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。四、起锅烧油，油热后倒入土豆条，中火炸至金黄，捞出。五、锅内留少量油，加入少量番茄酱、生抽和白糖，小火炒出香味后。六、最后把炸好的薯条放入果云酱汁，美味的薯条就做好了。